Hello， 我是大叔，今天要就是为从英雄联盟 S9 精英到现在 S13 精英的巴西玩家。他 S13 单双第二赛季精英使用节267场 58.48 胜率，最高曾打到精英1404分的节 Gabzu， 使用了符文先发制冷魔法连学外事情，因而世界主页叫做双色性物或魔方装饰技能传送闪现剑念发组 Q 负一双顺序强健加回复药水狂怒九头蛇爱用鸟之靴暮色黑刃夜色原界血力大咒怨。最后想与他互动有退取相关链接放在至留言或说明栏。接下来我马上会上巴西精英节 Gabzu 的精彩操作。Casi, se me da. Bueno, bien, bueno.